首尔市是一个充满激情和活力的城市。所以像我们那年碰到足球赛的时候，就让我们也忍不住加入这个行列了，也是一样带着那个红牛角一起来加油，一起来这种就是像过节一样吧，这个气氛很好，的确是很有活力的一个城市。Hi Seoul, Seoul of Asia.